嗨，大家好，这里是热特效，我们的节目改版啦，以后的上药妆将以短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下一期的节目中讲解剧中出现的上校妆。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上一期那个装逼的男生被打掉牙的上校妆是如何做成的。我们要准备血浆和假牙，根据剧情需要，材料是无毒还可食用的。开拍前，演员将血浆和假牙含在口中，剩下的就交给摄影师和演员吧。一个简单而又真实的被打掉牙的镜头就这样诞生了，还没有看的小伙伴们快去看，精彩不容错过。喜欢可以评论留言与节目互动，有创意想加入我们的小伙伴们联系方式就在屏幕下方，我们的节目会越来越重口，等你来。